你看，它融了，它就吸进去了，它看见没有？刚才我搞了好大一坨，它全部吸进去了。你再试一下。夹着。不是多了硬度多比较了，高些。你看它基本上没在表面上吧，它全在旁边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它都没有在表面，它就是融化了以后吸进去。